和订阅按一下哟。今天是鲨鱼宝宝的生日呀，人鱼公主和碰碰狐送他一本画着鲨鱼一家歌曲的布书为生日礼物呀。他们翻着布书欢唱这首歌的时候，非常凶恶的鲨鱼突然出现了。太过分了，你们在这里开生日派对，既然都不邀请我，气死我了，气死了，我要毁掉这个派对。既然大家唱得那么开心，那我就抢走这本书，看他们还怎么唱。啊哈，是我的了，哈哈哈。什么？坏鲨鱼竟然抢走了布书，真是太过分了，气死我了！基尼要收拾这只坏鲨鱼，把书拿回来，出发！你怎么不早说？奇怪，我的书怎么不见了？在他那里，赶快抓住他！吉尼，这边有面具，戴上这个藏起来吧。知道了，胖胖虎。找到你了。把书还给我、怎么办呢，碰碰狐，这下完了，没办法，看来我们只能向金鱼先生求救了。金鱼救命啊，金鱼救命 啊！我才不怕你这个鲨鱼。金鱼发生什么事了？是金鱼，金鱼先生，这只坏鲨鱼欺负我们。鲨鱼，你这个家伙，这可不行，还是跑吧。哈哈哈哈，鲨鱼吧，你看，我和胖胖虎把布书找回来了。哇，你们太棒了，真的把布书给找回来了，金鱼胖胖虎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开心的庆祝鲨鱼宝宝的生日吧。耶哈，哦耶，鲨